演出偶像剧《我的自由年代》让演员李国毅的人气跟着水涨船高。日前和主角任容萱的对手戏还被观众选为最佳告白桥段。李国毅的一双电眼迷倒众多粉丝，就连同剧演员也都被电到了。出席美白产品代言活动，李国毅一双电眼迷倒粉丝。平常演戏就着重在眼神部分，就连同剧的演员都被电到了。我觉得我把我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放在眼神里面，对。所以跟你对戏的演员真的觉得非常被电到。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就是我一看他们就会躲很远很远。干嘛、啊？干嘛这样子？他说你眼神很电，我说有吗？在偶像剧的演出颇受好评，尤其与任容萱的对手戏还被票选为最佳表白桥段，人气跟着水涨船高。不过日前却因为拍戏让旧伤复发，现在走路变得一跛一跛的。那自己以为不痛了就好了，然后又一直很逞强的在配合戏里面的一些弯腰背人啊，或是蹲下来举重物起来的一些动作，自己没有在注意，然后没想到在上礼拜的时候旧伤复发了。相当要求自己的戏剧演出，李国毅力求完美，今年则希望在音乐方面也有所突破，目前正在填词作曲，期待有新的音乐作品跟大家见面。新唐亚太电视胡宗汉、张元廷台湾台北新闻报道。